港湖女神立委高嘉瑜不在台北，跑到了台南新营菜市场剥干净。想到就唱，展现歌喉。为了帮党内议员参选人王宣茂助选，立委高嘉瑜和蔡宜瑜双鱼出马，台南乡亲很买单，笑嗨嗨。高嘉瑜当下做出承诺。王宣茂当选的话，蔡宜瑜说要开演唱会，邀请我来唱歌给台南的乡亲朋友听哦。一听到演唱会，站一旁的蔡宜瑜眯眯眼瞬间放大。港湖女神高嘉瑜从北唱到南，新营菜市场也变成自己的主场。戴上安全帽的参选人特别挂上我是本人看板，不怕风采被抢走，获得目光注意比较重要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，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